今日下午墜毀，意外是跟天氣惡劣有關，起飛六分鐘之後墜毀，出事貨機可能是在空中爆炸，飛機機件故障要緊急降落。惡劣天氣、機件故障都是大部分航空事故的起因，究竟怎樣可以保障乘客的安全呢？赵景胜是飞航主任，他的工作是为民航处检查香港注册的飞机，目的是为了向飞机签发飞航证，证明飞机的设备和机件保养都是符合国际安全标准。这一张就是飞机的飞航证，它通常都是放在驾驶室里面的。飞航证的用处就是当香港注册的飞机要飛到去外國的時候，外國民航局怎知道這架飛機是適合飛行的呢？他們就會驗證這張香港民航處發出的飛航證。要簽發飛航證，飛機上各種安全設備都需要合格，其中包括所有的逃生設備，例如座椅下的救生衣就需要逐一仔細檢查，確保運作正常。這些就是緊急的逃生燈，當有危急的情況的時候，而現場環境是漆黑一片，咁飛機嗰個照明系統亦都唔能夠正常運作嘅時候咧，咁呢啲燈咧就會著噶啦。而下呢啲燈咧係綠色嘅，正常嗰啲乘客咧就可以跟住呢啲燈咧，好快咁樣揾到嗰個逃生門。咁去到見到前面橙色咧，代表咧嗰度咧就係一個逃生門嘅位置。六秒半 ，OK。呢一個咧就係飛機嘅逃生梯。飛機有呢個嚴重嘅事故嘅時候咧，乘客需要第一時間逃離呢個機艙，就會放呢條逃生梯落嚟，等啲乘客可以好安全咁離開呢個客艙嘅。趙景勝本身係飛機工程師，自細就中意飛機。依家檢查飛機雖然係佢日常嘅工作，但佢每次接觸到飛機都會有份特別嘅親切感。自細咧見到咁大嘅飛機喺天空上面飛咧，已經係覺得好神奇噶啦。咁自從喺大學讀咗飛機設計之後咧，先知道原來飛機設計咧係咁周全嘅喎。咁佢好多嘅大部分嘅系統咧，都係有一個後備嘅裝置嘅。其實主要嘅目的咧都係以防萬一同埋安全至上啦。一、二、三，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後備嘅系統嚟嘅。當飛機咁唔好彩，將所有嘅動力都冇曬嘅時候咧。呢一個後備系統就會自動咁放落嚟，當飛行途中咧就用風力咧將呢個扇葉吹喐，俾到一個最基本嘅液壓系統同埋電力俾個飛機，等佢能夠繼續咁安全飛行，直至到降落為止。啊，呢一個咧就係飛行記錄儀，俗稱黑盒。一般人咧就記得咧就係話，哦，響飛機發生意外之後咧。很多人咧就會話要揾翻呢個黑盒嚟攞翻啲資料出嚟，就算平時咧航空公司咧，佢都喺呢度攞一啲好重要嘅資料出嚟，就咧從而咧分析去改良咧，無論飛行嘅運作啊，或者係零件嘅可靠性。維修飛機零件嘅公司。民航處會透過發牌制度，確保佢哋達到國際水平。呢一個咧就係發動機嘅試車間。咁如果發動機咧做完大修之後咧，佢會入嚟呢度咧做一個測試嘅。呢個測試間裏邊咧，我哋咧就係經過唔同嘅速度啦、唔同嘅推力啦。睇翻呢個發動機咧，係咪一個保持到一個高嘅水平，同埋一個可靠嘅表現嘅？
定期检查飞机机件，固然可以保障乘客的安全，而变化无常的天气亦同样影响住航机的飞行。每年香港春季都是风切变出现最多的季节，天文台会同飞行服务队进行特别飞行，搜集天气数据。今次我哋都系飞翻住风切变嘅研究飞行啦，环绕大屿山就飞一个圈，系飞翻一个1500尺加转2000尺。如果在飛行的途中遇到一些風切變喘流，麻煩你就在 Map 上面 mark 翻個位置，咁等我哋可以再跟進翻。飛機要安全升降，就需要迎風飛行。赤鱲角機場位於大嶼山，當風經過高山，會令風向和風速在幾秒鐘之內持續轉變。令风对飞机浮力产生变化，形成风切变，令飞机向上或者向下偏离航道。若果这个情况在飞机升降时候出现，就会构成危险。现在飞行服务队同事就跟我们在机尾的黑盒，即是个飞行记录仪，就将数据就传到个 notebook 里面。加埋頭先喺機頭咧，機師咧就係喺個飛行管理系統裏邊嘅資料咧，就兩個 file 加埋咧，就會送過嚟俾我哋咧，就去做數據處理。特別係留意咧，就係一啲低空嘅風切變同埋轉流。咁我希望咧進行咗啲研究之後咧，可以幫我哋咧進一步改善到我哋而家風切變同埋轉流嘅預警服務。除咗喺高空收集數據，天文台亦都會喺跑道設有儀器量度風向、風速同埋能見度，更加有先進嘅激光雷達，24小時監察飛機升降航道上面嘅風切變，而收集到嘅資料會即時傳送到機場控制塔嘅氣象中心。譬如好似呢啲位置咧，嗰啲顏色咧都變化好大啊，即係代表咧嗰個風速變化咧比較大嘅。呢條線咧就顯示嗰個跑道嘅區域啦。咁即係話咧，如果嗰個飛機咧係經過呢啲區域咧，佢就會喺一個比較短時間咧都遇上咗個風速變化好大。咁呢啲就係我哋所講話風切變啦。咁預報員咧其實就係睇到呢啲雷達嘅相片咧，就可以分析到咧就喺呢啲位置其實有冇風切變。当天文台的雷达发现风切变，即时会透过警报器通知民航处，而航空交通管制员会将资料通知机师，令到他们能够准确修正飞机的航道。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提升航空安全，但是人为的恶意破坏足以引致无数人命伤亡。大约16年前呢，曾經有一個很嚴重的空難咧，就係有個恐怖分子咧，係將一個行李入邊載咗啲爆炸品咧，就放咗喺飛機上邊嘅。咁但係佢自己咧就冇，最後冇上到飛機嘅。咁個飛機咧就喺途中咧爆炸咗嘅。喺1988年蘇格蘭上空發生咗呢件空難之後，國際民航組織就要求所有機場要確保乘客一定要跟埋機艙行李一齊上機。航機先至可以起飛。其實早在80年代初期，呢件空難發生之前，香港民航處一早已經實施咗呢項保安措施。機場由啟德搬到赤鱲角，因為有全新嘅自動行李識別系統，執行起上嚟就更加有效率啦。當乘客辦理登機手續，乘客資料會分別記錄喺機艙行李上嘅電腦條碼同埋登機證上面。当乘客在登机闸口出示登机证，电脑系统就知道哪个乘客没有上机了。车3号前往曼谷及新加坡，现正作最后召集，航班即将开出，请各位乘客从速前往第1号闸口登机，多谢。飞机起飞前15分钟，登机闸口关闭，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开始行动。车3 ramp， 我哋而家 confirm 减一个 EY Bangkok。行李牌是 6059906。 I'm going to offload one passenger with one checking bag. The sequence is 254, but the tag number is the 59965. Okay, so expect 5 minutes from now to be okay. Thanks, Captain.
自动行李识别系统令工作人员在五分钟之内就找到冇相机乘客的行李，然之后将佢搬翻出嚟，避免在启德时代因为执行呢个保安程序而引致航机延误。冇相机乘客的可疑行李搬翻落机之后，飞机就可以准时起飞，展开安全的旅程。911恐怖袭击震撼世界，事后世界各国为了堵塞航空保安上的漏洞，实行新的保安措施。香港赤角机场在国际航空保安上亦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机场客运大楼建筑上采用分层分隔的保安设计，当离港旅客在七楼办理好出境手续之后，要接受机场保安人员的检查，然后才可以到达六楼登机，严格分隔出入境人流，目的是为了防止罪犯登机。911事件就看到就说那个恐怖分子是利用戒刀，就然后就控制了个驾驶舱的。我哋唔想呢啲咁嘅物品可以係喺啲恐怖分子嗰度手上得到，咁呢樣係我哋盡量防止啦，即係五百萬一支百一萬。例如女士啦，咁啊帶咗啲指甲片啊、指甲錯或者暗瘡針啊，咁而家手提就唔帶得相機咯。喺我哋搜到出嚟之後，我哋會解釋俾佢聽，呢啲唔帶得相機，通常都係應該寄倉咯。到港旅客会在机场客运大楼五楼入境，如果旅客需要转机去其他国家，就必须经过转机通道接受保安检查，才可以到达六楼登机。虽然这些旅客是曾经在出发之前接受过当地的保安检查，其实保安措施可能大家都一样，但是真的执行起上来会不会有偏差呢？这件事可能或者都有少少分别的。我们要确保一个高水平的保安，所以我们要求所有转机的乘客都是同样好像我们在香港搭飞机离开的乘客一样，要经过一个我们要求的保安检查。發現過有些乘客身上就帶了一些叫做 tear gas， 俗稱是防狼噴霧啦。咁呢一樣嘢咧，香港嚟講咧係屬於係違法嘅，係唔帶得上飛機嘅。咁我哋都會清楚咁明確咁解釋俾佢聽咧，呢一樣嘢喺香港係屬於違法，係唔帶得。咁我哋咧亦都會即時通知警察到場處理嘅。我相信乘客會覺得值得嘅嚇，即係你嘥兩三分鐘。不但對過境乘客，其實對所有在香港出發乘客都有一種安心，因為他們知道是經過一個很嚴格的保安檢查才會可以上到飛機。機場保安人員嚴格執行國際民航組織的保安條例，而荷槍實彈的機場特警就專責對付恐怖分子。香港國際機場有我哋呢一班武裝嘅警察喺度咧，最主要希望能夠咧做到一樣嘢，就係個阻嚇嘅作用，令到人哋知道香港國際機場咧係有一班受過專業同埋咧係經常性有訓練嘅警察咧喺呢度24小時執行一個巡邏，係一個極之嚴密保安嘅一個國際機場。世界各地嘅機場入境都会面对恐怖分子的劫机挑战，香港在这方面又怎么去准备的呢？机场特警在机场里面其实最主要应付一些突发的事件，受到一些恐怖袭击的时候，机场特警作出一个适当的反应。我哋經常嚟呢度做訓練嘅話咧，可以令到我哋啲同事咧係對嗰個飛機嗰、那個嗰入邊嘅裏邊嘅間隔啊係熟習咗，或者我哋嘅戰術裏邊咧係可以套用咗喺個飛機入邊。實彈嘅訓練咧，其實就係攞嚟訓練我哋一啲射擊或者燒槍嘅姿勢啊。
同埋一啲準程度。而個粉彈訓練咧，會訓練我哋找尋掩護物啊，或者點樣去應付賊人嘅。我哋搶！喺開門嗰刻裏邊咧，係其實喺所有嘅 operation 裏邊咧，都係好危險嘅。開咗門嘅時候咧，佢哋係會有一啲掩護嘅地方，佢哋會盡量利用嗰啲掩護地方而睇入邊個環境。其實我哋透過日常嘅訓練咧，可以加深咗嗰個互相嘅默契同埋瞭解，對嗰個戰術嘅運用啊、技巧嘅運用咧，可以更加加深。咁喺我哋去面對呢啲咁嘅危險嘅時間咧，我哋可以更加百戰百勝。香港国际机场航空交通极之繁忙，其中一个保安重点就是致力打击国际罪犯。其实每一天香港很多航班升降，我们会根据走私趋势和一些情报的资料去揀选一些由高风险国家来的航班去进行监管和检查。最重要是看看會不會有一些可疑的人士接近飛機，可能他們會進行一些非法的走私活動。幫我看看67號橋位機尾的部分。當飛機一停低，機場海關已經在停機坪進行監視，跟著就會押運行李到客運大樓。海关人员会用布抹行李的表面，目的是搜集样本。只要毒贩掂过毒品再掂行李，电离子扫描器都会探测得到。巴士抹完之后，又是我哋自己嘅手一脚搬咁。你可话黑板就真系好黑板噶啦，换转第二个角度谂，可以做下运动咁样都 OK 噶。但系如果真系揾到有嘢而又拉到个反嘅，咁你就会觉得都是辛苦，都是值得的。抹到響嗰下，自己都突然間呆呆嘅，即係個心情好激動。張勇華喺舊年用電離子掃描器找到可疑行李，佢同其他機場海關同事合力拉到毒販，成功搜出毒品。香港国际机场平均每年有2300万旅客，入境处的工作就是负责检查每日6万多个旅客，找出哪个身份有问题。因为要做到我们的服务承诺，92%的旅客可以在15分钟内可以完成他们的手续。另一方面，我们就要在这么大量的旅客里面，就好像在白米里面找出一粒煮米或者一粒沙，是要將一些我們認為不受歡迎的旅客呢是拒絕他入境。所以這裡就是對於個前線同事呢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普通人會覺得我們很簡單的工作，譬如只是扔印落個護照度就可以走得了。其實當中我們就做了很多事，個腦不斷思考啊，手可能不斷檢查緊本證件，隻眼又不斷睇緊本證件。其實短短幾秒或者十幾秒當中，我哋已經做咗好多嘢啦。咁嗰日咧，有一位外籍嘅人士咧，就將佢本證件俾我。當拎起本證件嘅時候咧，用隻手一摸落去，發現資料上高的防偽膠膜咧，比同類型的護照咧就厚咗少少嘅。再留心睇下嗰本證件嘅資料頁咧，佢嘅背景顏色咧就比一般同類型嘅護照咧嘅顏色咧淺色咗少少嘅。呢啲先進嘅機器咧係幫到我哋好大嘅忙嘅，佢可以令到我哋睇到咧肉眼唔係咁容易察覺嘅非法塗改啊，或者一啲隱藏嘅特徵。好明顯咧，呢個印刷咧係比較粗糙嘅，就好似係類似我哋相信佢係用一啲電腦模仿印出嚟嘅。
被拒絕入境的旅客會暫時留在機場內的機留所，裡面有住宿房間，俾佢哋等候飛機離開。咁我哋開始睇佢哋。另外，入境處在深夜會不定期進行掃蕩行動，對停留在機場禁區內的人士進行證件檢查。對在香港國際機場過境的旅客，我哋都主動出擊，係檢查過境的旅客，堵截一些國際犯罪分子，係唔可以利用香港呢個咁樣嘅樞紐呢個機場咧，利用偽證進行佢非法活動。其實每一位旅客嚟講咧，當佢咧係滯留咗喺機場嘅時候，佢一定有佢嘅原因，點解會滯留咗喺機場？咁我哋咧都要先了解佢嗰個問題先。哦，原來剛才嗰位旅客咧，只不過係 ticket 咧安排唔到，今日離開香港，需要咧聽日先可以駁到機走。佢又同我講話，哎呀，好凍喎，你哋機場，咁所以咧，將心比己，我亦都唔想去留下一個對香港嘅壞印象啦。咁我可以幫到佢嘅咧，就係俾一張毛巾去冚住先啦。香港國際機場係世界上其中一個最繁忙嘅機場，除咗要提供快捷方便嘅航空服務，亦都要維持嚴密嘅保安。如何取得平衡，就有賴機場執法者的共同努力。跟住落嚟係柄富豪海灣非凡情緣。迷失中心裏的希望，懷著初